老爷今次就系食咗呢个蜈蚣，所以中毒。我几时食过蜈蚣啊？今次系我监管不力。原来系你个贱人想谋杀亲夫，我死咗啊！对你有咩好处啊？始终苏哈都系跟翻亲晒阿娘好啲。咁咪要睇下佢娘亲系边个啦。平安谷之鬼谷传说，今晚8点半翡翠台。